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哈、哦。我们可以从水杨酸的密度是 x， 那水杨酸的体积是 100，n 等于 dv， 我们可以看得出它的质量是 100x， 那质量 100x， 重量就是 100x 克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算水杨酸含有多少的话，你看它的质量就是 100x， 我们把它可以 看的是它的重量，好，然后再乘上它的重量百分，浓度是1%嘛，对不对？一趴就是1%的意思。所以这样乘出来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溶质这个水杨酸含有几克 s 克，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